迅捷蟹吧。不朽堡垒，幸运女神在微笑。有，没想到。成稿子，成稿子。对吧？我看不懂，主要我也。嗯，这把玩什么？这把猴哥，你玩不玩拉库斯？不一定了，那就不一定了。不一定。但是这个拉库斯已经让我发了好几把了，我不是很想玩了。OK。这把看一看啊，别急。虽然这个拉库斯它可以上分，但是，火箭女它不是很吃香，是吧？这个，老叔，我那套已经不好使了，我们要换个东西，已经不能吃了。哎，拉克斯完美装备是蓝 buff 法爆加什么？我们现在唯一吃的是这个，对吧？这一科技枪是科技枪巨少，都行哈，都行，科技帽子正义都行，对吧？都能用。大虫子先来，肯定这把再召唤。两只狼干是什么呀？给我两只狼是要干什么？哦，这里的版本落后。这个皮枪他玩得好，我玩的不行啊。越南现在已经不行了。感谢白嫖的魔力礼包，谢谢嫖哥。拉克斯不要蓝 buff 吗？真假的？拉克斯不要蓝 buff 吗？哎，猴哥，拉克斯必须要蓝 buff 吧？没，不用蓝 buff。两个输出装就行，不用吗？他三德马上给一个。哦，那怎么讲呢？那科技枪巨杀或者科技枪法爆都可以。OK。没装备啊，我选二杠二英雄。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卖了。哎，能打过水手皮猪，我操！赶紧上。八条冷子。这把拿下，走一把枪吧。本来不想上装备的，一看能打过，我变不出来怎么办？也没够量啊。20，很舒服。不错，拉五这个人不讲武德。坏了！哎呦！
强伍德嘛。嗯，可算地雷也不给，金克斯又卖了，真难受啊！质量很低呀，不一定能赢得了。又拉五，吐了。我吐了呀！哇！上菜上菜上菜！刁德一换一下行不行？哈莱斯不行。嗯、好，那我换你要这个吗？我来个琴女。你要大烟袋吗？这把包狗，这把包狗，这把包狗啊！你在动我吗？德利如果有三个骑着的话，应该是不用那啥了吧？他这不会打得过。不是吧？感觉这把不太行事儿，那血掉的有点多。啊，他又来了！血掉的有点……你这狗头脑子啊！这是我头脑子啊！我操！买早了，都搞得昏昏沉沉的，我操！买早了，不用给了吧？正有无尽家具啥的，单输出五六个骑着 ，OK。啊，这把还他妈赢了、嗯，不过赢了也行，赢了掉血少，一张纸爆一下，这血量不赢不赢事的，有点血太低了，也太少了，就这样吧，这把这血感觉发育一般，玛瑙过载，这血再掉一下 ，CPU 冒烟，剩60没个打，没有一点赢事。40块，肯定要先抽40块，很重要。鳄鱼，我把它。杰西。真不会这个，哪里有哪里有哪里烧了，直接烧了，你都不知道我烧成什么样。两猪仔，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
轰炸五六七八九十水手龙脉记住加起来，那可能要吸血了。哎，这阿克斯有点厉害。哎呦，英雄技能可以。太猛了，这个。太猛了。我都想出那个了。再来个齐尔托夫，上个三骑。哇，这个人拿七了，还有五十块，怎么来的钱呀？哦，伤害。狼人没伤害，狼人可以劈血呀。来个皮尔特沃夫。四块是我要个三块和他一手二星德一也太糊了这这大树耶、yeah. 哎我金克斯呢哦被我的阿克萨给切死了但是没用打不赢不过还好我这波还行羊刀不给了我给骑着我就不给羊刀了我给巨草了最后一件装备我给巨草舒服，运营怪，
哟，这家什么意思啊？不玩了、啊？那你咋不直接退了呢？艾克斯的爆炸皮，再来个格斗虚空，哇！这样子，你拉着我手，不是犹豫。放不了人没办法。敢不敢给我报个攻速？感谢孙悟空轰轰仔的大火箭，现在就感谢了江送上的大火箭，感谢的这么快吗、啊、对，换汤得一、哎、是的是的，提前感谢，枪都没有，大狼也、啊、随手劈猪，你也枪，没办法，我不会玩，我试一下。哇哦，这卡特！哇哦，哎呦，出事了！哦哦，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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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轰卡特一下！哦，升级了，来一个。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吃鸡？嗯，这个带冰底破法，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巨杀了？然后一直接上巨杀不就好了？你拉着我手，单枪。我操，这谁呀、啊？这谁呀、啊？啊！对上范唐得一啦！这谁都二星枪了吗？速锐马是没用的，但是我需要。我操！不是吧？这么夸张吗？抄袭抄袭，主打一手抄袭抄袭，抄一下你上一把。不是不是，这个人他二星枪了，你不是重点，我也二星重点啊？谁？你也二星了？哦，我大哥也二星枪。真的假的？你说的就是猴哥吧？哦，是猴哥啊！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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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太早了，坏了。妖怪吧？瑞马的瑞兹是什么？哎，我操！瑞马的瑞兹是起飞。上去。幻狼人。打不过。往九的上。完换枪。这二星枪啊！算了，狗头追三追不上。上九。哇！哇！随手劈猪，你要折力吗？这折力你不要，两星了拿了。哇，不要这折力，哇，不要了，没了没了没了。四伏四枪，四伏四枪皮不要。没了没了。
哎呀好难受，塞纳没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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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这个他就拿了，你看太狠了，一样的，你让我拿一下又怎么了，一样一样大怪，走吧，让我拿一下又怎么了嘛，嗯，一样一样大哥一样，来个腰带呗，去，点金没用，没用啊，加钱，完了没钱，要点经济吗？完了，前面顶不住，完了，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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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卡特，哎，打死，嗯。接不到嘞，还好，我第二星珠知道吧？泽利可以不要，但二星珠是需要的。哇，水手批出二星了，能点到钱？那我给他往后边行不行？行行行，我不低了，我搞个三星这个吧。我有这个缩小模块，很用钱。60%的睡觉，坏了，这把牌没有。哎，什么意思啊？搞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这是谁啊？这不给我点一块钱出来啊？天哪！再点一块。哦，装备上走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一星打不动，一星打不动了，一星打不动，一星打不动。提不到，提不到，提不到，提不到。很难很难，猪多小来呀，接不到接不到接不到，被卡死了，去，只有等他走了，等水手皮猪走了，没办法，水手皮猪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嗯，慢慢的赢二 CD 血两波，这个狗头银很关键，问狗头银拿来打工很厉害的，后面给他换了，还有两猪仔多好啊，哟！哎呀，花钱了！还要什么装备呀？不要四钻，我枪手一样没啊？嗯？还要什么装备呀？钱没了，我不提了。哎，装备认可。我上去你功夫啊，没把它握满，我找二星大头，我头谁拿头谁，把他整理谁拿头谁，不用换换拿头谁，知道吗，拿我操我操艾克不要打波，打波，艾克螃蟹不要，我不低了，好吧，我算你们啊，我不低了，哎，我飘起来，没有怎么办？我全部花了，我飘起来，请叫我白嫖怪。鸟盾吗？反甲，好的，我补个反甲。打不过大哥就叫我白嫖怪。哇，他这太猛了！搞二星头照样行，不靠这里。二星头哥，爆炸！这手眩晕，好痛。大头站出来了。我左岸有一个那个，他有一个那个上了个这个机械手臂，我换个冰女，
这还上九，我得上九，不上九没提升啊。怎么出了？狗头换赛眼，上一张塞纳，狼人换法尔谢，回他两星珠，大头两星。然后哇哦，三星卡特，还得上一只冰女儿。哎，哎，怎么直接就我操，这价位？想想啊。冰女上不去了是吧？哦，头哥，哦，头哥站出来了，头哥站出来了，是个炮台，是不是？头哥站出来了，看到吗？三大妖，可拿，我都拿，我拿这里，哇哦，去。算了算了，不要养刀了，前排才一星，不给大头了，拿这个顶一顶吧，变地儿装呗，等屁猪走，只有等他走，等他走就行，不能地了。换谁呢？我这样换不能地了，兄弟们，不能地了。其实这个四组安没有用，我不如上两组啊，然后补弗雷尔多德补一个，我看啊，塞纳赛人冰女，哇哦，塞纳赛人冰女上，二十，空塔，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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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瑞兹也挺厉害，强度很高。艾克龙卖了吗？龙现在就卖吗？找个二星龙，我现在就卖吗？我找个二星的。哎，你死啊！这么能顶吗？我塞恩，我塞恩，我咋怎么听不到了？二星皇子也行，头呢？没有二星别换，没有二星真换不了啊！我感觉怎么换呀、啊？拿什么换都输，拿了五块钱真关键了，来了一个这个拉格拉九，打不过他什么？十九块钱，三皮三枪三小回合。这龙卖了说少一个单位嘛，我不划得来啊。我这个进去好，上四枪啊。上四枪，别急，别急，没事儿。Oh, 是随手逼猪吧？ Okay. 随手逼猪是不是走了？哦、就是 oh, ，OK。打不过，这把有了吧？这把要给了。他有二星猪，他本来一星猪，他还能这把要给了吧？二星猪没办法。这把要给了。这把要吃了，这把打完又行了。双主啊！今天白干了。你别急啊。OK。我要大德，微光给他是什么个效果？我要大德，微光是爆破，爆炸呀！我寻思给那个进去炸一下，给那个螃蟹他就死了，炸一下。技不如人，不过这个阵容确实吃分了，都在玩这个。金克斯呢？我将杀掉你们所有人。猪也没有，就看他们两个谁吃了。不过雕的衣服血量太健康了，还有个二星大头在这里瞎搞。二星头头怪，二星头头怪站出来，站不出来了。二星头头怪，二星头头怪呢？我操！挂屎啊！哲理，现在知道皮层就是说，哇，这太难了呀！后面赢一下之后龙可以卖，你要是前期这太难了呀，是吧？我受不了了，没有塞纳吗？我受不了了，
两个火箭如数奉还。不是，我这个要二线，其他不重要，这个也没买不了，我操，没钱，太惨了。哥哥们还是认真了呀，终究还是认真了，哥哥们。哎，哇，哎呀，哎呀，哲理呢？哎呦，如数奉还，终于来了，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妈，他们说你那个龙没用，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们说那个龙没用。龙能卖49块钱。那你卖了好像也追不了什么东西，能追个二星猪也追不了。嗯，龙还真有用，还能顶一下，比卖了好多了，卖了也没几个。肯定不卖啊，他还最起码他还有个老司机。错，二星折地就对不起了呀。哎，那就不一样了，大奖到底花落谁家？那就不一样了，把泽利先杀了。那就不一样了，二星泽利就不一样了。哎呦，啊，再打死一个。啊，哎呦，二十层能这没打过啊？别，坏了，有两座灯。哎，完了，波尔比让我卖了。哎呦，我拿错了。这里有个这个，哎，这枪转没人拿吗？枪转不要了，我出了。波尔比刚才我卖了，螃蟹就不追了。大头，大头嘞，这会如果上个奶妈或者寒冰，啊，不是寒冰或者丽桑卓去换一个塞纳，是不是绝杀了？再上个枪手转，靠一手二弗雷尔卓德。赞助商这么激动，那怎么办嘛？那怎么办嘛？赞助商除了现在能说说话，刚才插了上嘴吗？那么让我们野取一翔。耶，哎，坏了，我的大头坏了，我的大头坏了。哎呦，野取，哇，一滴血雕得一，哇，那对不起，那就对不起了。那就对不起了。小炮有吗？波尔比，波尔比，一直是血的蚂蚁，对对对对对对。我，哦，忘记开头了，再看他们操作。一位云顶教父，一位云顶王者，夜曲一翔上台领奖。夜曲一翔，瓦伊造道，先杀猪，大头没拉过来，好，开出来了，再见，感谢轰轰仔的大火箭，谢谢，感谢轰轰仔，真的吗？真的吗？就是这一个，真的吗？技能放出来，真的吗？就必真的吗？就必哎，没有错，哎呦，就这一个技能，绝杀的，哎，就差那个，哎呀，一滴血雕得一，哎呦，又减500，我的天哪！放出来就结束，没错，没错，很难受。虽然我晋级到了白金，但是我很难受。感谢轰轰仔。